我幼稚园就听你的歌。那时候我其实高一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心上很模糊，然后就是如果当时我没有伤口，那我就不会长成现在一个就是因为我歧视精神对于社会异样眼光是采取我胚态度的一个怪美的大艺术家。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拯救了很多人，就是很多迷茫的孩子们。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造型很厉害的孩子们，我们看一下今天的 winner 好不好？哦，还有这个，他已经在镜头，可以给他吗？哇！哎呦，冠军就是他 ，O 不 OK？ 红色的这位，斧头帮造型。蔡小姐，我在你的左边。Oh my god！ 你是把我阿联酋的衣服拿去穿吗？我们两个裸体谁比较漂亮？你觉得呢？应该是我吧。尖叫声！你是第几次来看演唱会？今天是第二次，然后其实七年前我也上过一次台。彩虹，你有印象吗？有。你怎么这么厉害啊？这么会吸引我眼球。谢谢。那我可以上台吗？你上台啊？好啊。有求必应哎。你看我养成什么粉丝，你看看是不是很棒？每天哎，还是演唱会下礼拜你来唱好了，可以吗？我们回去休息一下，把连三场，你帮我唱。Oh, you're so beautiful！ 哎，你鞋子穿这么高会不会跌倒？不会，我要给你证明。你手怎么了？这张。这张是什么？那时候2015十一月十五的时候，哦，而且那时候我才高一，你看起来，我幼稚园就听你的歌。OK， 没有问题，我们的 range 很广，好不好？胎盘的我都接受。天哪，我抱一下。哎呦，你怎么这么漂亮？你自己准备的吗？哦，今天素颜穿睡衣的。对啊，黑色素沉淀，从我妈出来的肚子出来的时候就长这样。对，有人要告白，就是呢，那时候我其实是高一，然后就是我跟你讲过说，我妈妈对我的形象就是很不理解，但后来我们就是和解，所以呢，那时候我其实高一的时候就是对自己形象很模糊，然后就是如果当时我没有伤口，那我就不会长成现在一个就是因为我歧视精神对于社会异样眼光是采取我胚态度的一个怪美的大艺术家。哎呦，不要哭！你知道小巨蛋这种，你等一下下台你就觉得我刚刚讲什么？我讲得很好，我还准备稿子。而且其实我昨天有来啦，昨天彩虹也是我啊。有印象吗？有，但昨天没有得奖 ，sorry。对，今天就给你了，非常棒。昨天没有得奖。这胜负心要看淡一点。谢谢你，谢谢。其实你真的不知道，你拯救了很多人，就是很多迷茫的孩子们这样。哦，我尖叫声！你平常有在表演是不是啊？对，现在就是我是一名专业的变装皇后。哦，难怪。那大家手机可以拿出来加一下我的 IG Q U E 2014。好了，谢谢，祝福你。